只有一年我放弃了，等我一下啊。的朋友连到的话，你可以扫出的 QR code， 那扫到 QR code 的话就扫，如果扫不到的话，也可以手动进入一个网址叫 slido.com，slido.com， 然后输入011250，井号是不用输入的。那不管是透过 slido.com 输入011250，或者扫出的 QR code， 都可以到一个发问的地方，如果有人已经进去的话，可以先试试看，就是提一些问题。那这个地方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说它让远端的朋友跟近端的朋友是有完全一样的发言权，因为呢，反正你发问的时候呢都是匿名的，那所以像举手发问的时候还必须要打个六折七折啊，就是没有还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了。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啊，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真的就是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这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是说，如果在上面有人，好像说打个招呼啊，或者说午安啊，或怎么样，那你看到就是别人的问题你也想要问的话，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按赞的数量越高，它会自动的浮到这个系统的上面。那这个系统的特色就是说，最新的问题它会跑在这个系统的右下角，而就是按赞数量高的，它会跑到这个系统的右上角。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说，哎，在这个地方或者在远端的朋友到底是哪些人想要听哪些问题呢？我就可以先来讨论这些问题啊。那所以大家应该是都扫得到吧？还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连到 WiFi， 因此人选的状况有点问题等等。好 ，OK。那如果就是真的连不上，然后手机也没有讯号的话，那我就只好清唱哦。意思就是说，那就。因为这里其实没有网络的，对，虽然有视讯系统，但是没有分享给大家用，那个 WiFi 没有分享给大家用。哦，那所以我们就果断的放弃了。那好，那因为本来的想法是说，大家如果扫得到或是能够进入 Slido 系统的话，是用大家的问题来 drive 这次的演讲。那但是因为就显然这个网络连线没有办法连得到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这次的演讲就是主要还是靠现场的朋友举手提问了。那我们应该是有一位 moderator 在这边。好 ，OK， 好。那所以这个数位政委啊，就是好几位的意思，所以我们有数位麦克风啊，就是好几个麦克风。好，那所以就是我 moderator。刚刚在车上已经告诉我说他有一些业配的问题，想要就是等 Slido 一开出来他就赶快 key 上去，就好像安装这样子嘛。但是呢，因为现在没有网络连线嘛，所以这个计划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他的那个他的安装就没有办法启动了，那就只好变成明装，就是你看我就这样讲了出来，这是叫 Radical Transparency， 这个激进的透明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的 moderator 把本来你打算要 key 在 Slido 上面的问题就是这样问的问出来。好，谢谢唐风政委哦。那本来我们是希望有非常多的网络互动，不过现在先请这个工作人员先处理一下网络的问题。那我们其实就是想要，首先想要谈谈，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先请您分享一下，在这一次口罩防疫，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新的技术，然后来做到就是社会创新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场很多都是在医疗产业聚集的学生，还有在福利工作者，所以大家都很好奇您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带领团队继续往前。好的，那其实我们在社会创新有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把本来看起来好像零和的一件事情啊，变成共好，也就是说从价值之间的对决变成多方利益关系中间的对话，所谓的 multi-stakeholderism。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个数值模型，就是那个 R 值，这边复数哦。那我们
们有四分之三的朋友只要愿意戴口罩然后勤洗手，那基本上这个20就会控到1以下。那控到1以下的话，零星的社区感染只不会变成就是大规模的社区传播。但是要怎么样子让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愿意戴上口罩勤洗手，变成是所有的国家一起面临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创新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子去 take care 一个 message， 你去找一个讯息，这个讯息让大家愿意自动自发的，不会变成好像政府的管制在一边，然后这个人就是要主张人的自由人权在另外一边。我们如果是说政府要管制大家戴口罩的那些国家，有些就是特别你知道叛逆的公民啊，他就故意不戴口罩，或者是说有时候一边是你要尊敬老人家，因为老人家特别容易受到 COVID 的影响，这个是真的吗？但是呢，有一些特别不尊敬老人家的人就因此就不去戴口罩，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的那个讯息是说那你戴口罩呢，它是主要说的就是尊敬彼此，尊敬各位这个值得敬重的医护人员。哎，这个也是很有效，事实上是比刚刚两个讯息有效。但是呢，如果在社区里面对医护人员平常没有什么交情的朋友呢，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戴口罩。所以我们到最后呢，我们这个 communication theory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就是要找到一个以他的理性的自我保护 rational self interest 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这个讯息，只有这种讯息它才有可能有机的去扩散哦。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讯息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你戴口罩可以让你不会吓到持守者。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会让你没有用肥皂洗过的手碰到你自己的脸。那这个呢，第一个它是颠覆不破的，我们不管这个科学再怎么样子进步，口罩可以提醒你自己不要没洗手就碰你自己的脸，这个是完全是真理啊，没有人能够来 debunk 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类似物理疫苗嘛，物理阻断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他完全没有提到其他人，没有提到说你要尊敬长辈、尊敬医疗人员、尊敬你的社区工作者，完全都没有。他只是说你带了这个可以提醒自己、保护你自己，哎，这样子的话就非常有用。任何的人，他不管是年纪多大多小，他看到这样子一张很可爱的柴犬，而且这个柴犬也是老少咸宜嘛，但也不会有人反对这只柴犬嘛，不会因为这个反对这只可爱的柴犬的关系就故意不来转传这个讯息。所以一方面有一个可爱的柴犬能够带给人，二方面这个讯息是 rational self interest， 所以呢，我们立刻就发现说这个讯息它的 R 值特别高，在网络上面一传十，十传百， R 等于十。也就是说一下子大家都接受到戴口罩勤洗手这两个变成在一起的这样子一个讯息。那我们也有寻真指令，那我们就立刻就可以看到说，不管是透过口罩实名制让四分之三人拿到口罩，第三分之三愿意戴了呢还真的愿意去洗手。我们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透过数据的分析，我们透过工业的 SCADA 系统，我们知道说民生用水的那个水龙头平均开多久。所以呢，真的就是在各个学校啊、各个社区等等，大家洗手的秒数都变久了，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哎，这个讯息的投放真的是很精准、很有效。当然，我们后来呢，这个第一个成功讯息之后，我们又投放了很多别的讯息，好比像说 physical distancing， 就是说，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要保持三只柴犬的距离；如果在室外的话，要保持两只柴犬的距离；如果没有办法保持这个距离的话，就要戴上口罩等等。你看，这个也非常容易懂，而且呢，就是又是可爱的这个代言人嘛，人嘛，谁也不会去反对他的哦。那后来还翻译成了各国的语言啊，包含新住民啊、移工啊等等的朋友，都可以非常容易的来看到这样子的讯息。所以我想回到实名制，它的生产、配送等等，这个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我就不在这边多说。但是我特别想要强调，就是 idea with spreading， 值得分享的这个概念，它必须要是立基于 rational self interest， 就是有理性的自我保护的这样子一种本能啊。先回答到这边，谢谢。刚刚技术人员说这个网站现在是 OK 的，只是因为刚刚突然太多手机连上去，没有那个压力测试了。我知道，我们口罩实名制都是这样子，对，第一小时都会当掉。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一小时，所以第一小时当掉就没了啊。对，还是连不上，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的这个名庄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想要问的？哎，各位同学们，或者如果你连得上去的话，你可以开始念上面的问题了。有吗？因为是我连不上去。对吧？你也连不上去，那全是普世的，对大家都一样公平。OK， 好，那我们的民庄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要？好的，同学们，那我就现场朋友举手。现场朋友有没有举手问一下问题？那我再继续问。
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针对现在学生，就想把你当做 role model 这个概念，是你自己的心情是怎么？就是好像我是素材库嘛，就是像这次筛选一样。哎，这次筛选是真的存在的。那我们在每个部会啊，有一群人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那这群人的这个价值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叫做国会联络人，国会联络人就是专门跟立法委员来沟通嘛，新闻联络人专门去跟媒体记者朋友们沟通。但是我们有一个行政级所属机关，开放政府联络人实施要点里面讲的是说，哎，那里面要出现一群开放政府联络人，他们要跟谁沟通呢？就是跟报名沟通啊。那所谓的报名呢，或者说算命呢，有各种讲法吧，就是在网络上面对我们的施政有意见的一些人。那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呢，好比像说之前有一个叫做志远的提案说，报税软体滥用到爆炸，2017年5月的时候，那这个讲法呢 ，R 值也非常高，也是一传十，十传百，瞬间整个网络上面一片烟上，就是说，因为当时的就是国税局他们用的软体只有 Windows 可以用，那本来是在 Mac 上可以用的一个叫 Java Applet 的这个技术，在那年刚好被 Oracle 公司呢停用了，所以呢，你如果是用苹果或 Linux 的电脑的话，你在报税的时候就会立刻看到说，哎，下载更新中，请稍待，那这个稍待就会过4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那报税大家心情本来就不好，你等4个小时心情更不好，那这个时候就会打电话去国税局骂你，国税局这个等员工他已经接电话接到心情不好了，所以他也心情不太好，就有一位很不小心的说了一句说，那你可以去借 Windows 电脑啊，啊，这个不得了，所以用 Mac 的人这个要去借 Windows 电脑，这个是关乎尊严的事情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因为基本上就是用 Mac 的一个设计师啊，就非常的愤怒，他就写说，报税去南洋到爆炸，底下一整片留言啊，80%以上都是在说财政部长下台，官贸公司无能，官商勾结，贪腐什么东西，对，只有10几%在那边说没有 Windows 报税很顺，没有人理他们。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你国会联络人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媒体联络人也没有用啊，因为真正就是外面已经吵成一团了。那所以会吵的并不是留堂吃，会吵的是可以进厨房一起炒堂吃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开放政府联络人杨金亨杨专委，他就直接在底下留言说什么呢？任何底下留言骂财政部长的人，你们已经被监控了，不是？你们已经收到一个邀请函了。那你们的这个凭这个邀请函，3个礼拜之后可以来我们财政部财政中心，大家一起做明年的报税软体，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呢，这位主持人呢，接下来就变成了非常有用的一个算命，因为其实他本人是一名设计师，他看到标楷体本身就已经不舒服，何况是报税软体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运用了他的设计师的这种能力啊，去把所有在线上这可能已经5000位算命的这个能力，全部都把它汇集起来，所以包含服务流程开始前、开始后、中间等等等等。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梗。所以像我现在被当作一个 role model， 或者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他家里就有养一只柴犬，而且就是总柴。他的目的就是说，网络上面有各种批评指教的时候，他立刻回去帮他狗狗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变成梗图。他不像海巡署，他要去付那个就是图库的那个注册费用啊，他会去，他只要就是每天喂他罐头吃哦，就会有取之不尽的那个图库可以用。所以不管是杨金亨也好，或者是这个现在中心处或者机关署对我的这个用法也好，或者是卫福部部本部对那个筛选的用法也好，那都是希望有个梗，让大家真正愿意把自己的这种比较破坏性、比较酸的这些意见，真的能够分享出来。分享出来之后呢，我们保证不会把大家和谐掉啊，因为在公募人里面呢，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 model， 台湾 model 的那个 model 就模特儿啊，就是吸引到大家的意见呢，有的时候真的他措辞不是很有礼貌，那后面很多请看哈。那我们公务人员脑里面呢，会有一个自动的翻译聚落，就是说他在网络上面看到自爆多嘛，报税软体大家可能知道当年自身很多的，他网上申报的时候，他会写文字稍显冗赘，然后呢，在网上申报的时候。因为再多更多更多，一方面这个公文本身就会变得很容易，然后二方面这个网友就会觉得说，这个联络人没有站在我这边呢，我当明明是写字报多，说你不是贴字报多呢？所以我们这些 model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往那个是 model， 就是告诉大家说，他如果留言字报多，你经常都可以拿掉，但字不能拿掉，他就是要你写字报多3个字，就是要贴上去。
他若写华丽到让人迷惘，你就上点华丽到让人迷惘。或者是说，这个报税软体中间会有一个叫做“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的一个横幅，会跳出来，大概等三秒钟，在广台上气死了，真的。旁边就有说，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不要感谢我对国家的贡献，这个快就是痛快，痛的就要快，痛的事情就快点过了。这个赶快报税完，他去买了一杯什么冰啤酒啊，他心情会比较好。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些酸民的意见，就是透过我们这些台湾观众搜集过来之后，其实还是回到专业的公务人员了，还是观光公司了。然后这边就是最酸的酸民啊。那这些最酸的酸民呢，其实见面三分情，他见到面酸不起来。所以呢，大家经过三次的共创的工作方之后，还真的就把本来长这样的东西变成长这样的东西。而且呢，为什么他满意度2018年96%，到2019年98%，并不是因为这个真的多好，而是说这里面有5000人觉得我至少贡献了一张便利贴，至少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当年参与的，好像盖一座庙，上面有我的名字啊，刻在每块砖头上面，这是我的庙。对，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都愿意。同样的一传十，十传百，去教他的亲朋好友怎么样用这个新版的报税软体。这个报税软体，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用 API over KPI， 就是用机器跟机器之间对接方法设计。所以当它设计出来的时候，我们想稍微改一下，去连就是我们的疾管署跟健保署的系统，这个就是我们口罩实名制的 EMAS 贩卖系统。大家可能发现界面上的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只改了一些参数，它就可以拿来卖口罩。然后它再连到中汽处的系统之后，它就可以拿来卖三倍券，这个也是三倍券的订购系统。所以当我们的资讯技术是用共创的方法做出来的时候，本来当时共创的人里面，这些三名里面说不定有一些也是卫福部或者经济部下单的时候的酸民，意思说他白天是公务人员，晚上还是酸民嘛？那这些朋友们就是他也有贡献嘛，对不对？他也有自己是5000个人之一嘛，所以他自然当事情发生，他需要三倍券的系统，或者他需要一个线上能够预订口罩系统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当年一起参与创造这个报税软体。希望回答你的问题。谢谢，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就开放给全场，大家把握机会，我尽量问问题。就像您刚刚提到，你的就是在部会之间做这个跨部会，对，还有跟不同利害关系人来做沟通讨论。那这中间就是常常怎么去大家可以往下走，因为很容易就翻桌，或者是大家就走下去。对，简单来讲，就是你透过时序就不会翻桌，没有桌子就不会翻，就是你有盲唱就没有盲唱一样，就没有的东西。好，那没有，但是就是说。这是很认真的回答，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说，你要怎么样把大家从一个联合的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共好的一个心态？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他以前没有过的文化刺激嘛。如果他就是关在自己的办公室，整天看到还是一样的人，那这样其实是没有用，他也没有办法有突破性的创新，因为他脑里面那些联想都是旧的。所以呢，我的办公室人家239号，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这个地方它就是设计起来，就是它本来是空军总部啊，就是围墙非常的高，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那后来呢，我们就砌上加上了红砖，拆掉了水泥墙，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就变成一座公园。这座公园你走进来的时候呢，看到就是喜憨儿啊，就是有 Tristan Difference 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个创作。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喜憨儿非常，就是当时的朋友们非常擅长烘焙。很会烤面包，很会烤饼干，很多有这个专业证照，很少人知道他们非常会画画，然后而且画出来就很像梵谷一样，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那个拓扑上面的几何上面的连接哦，不像我看到世界的时候都是一些绿色的数字从上面掉下来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你进入这个我的办公室之后，你自然就会进入一个很有创意的情况，然后呢就可以跳脱你本来的这个想事情的维度。好比像说呢，有一个国外的客人，他是捷克的布拉格市的。市长叫做 Nick Heap 啊，是一个海盗党的一位海盗，总之就是海盗党的一个市长啊。对，那他的这个小内阁，就是他的局处首长，第一次到射送中心的时候，我们照例就是要拿联合国去他目标的牌子拍拍站拍照。但是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公共艺术之后呢，这个童心大发，这个进入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状态，所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展示柜。它其实是可以爬上去的，所以他们就都爬到展示柜上面去了，然后呢就把上面的东西都拿下来，然后就拍了这样一个合照。我就捏一把冷汗，因为没有人测试过它的承重，如果摔下来，马上就要外交事件。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大家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之后，其实我们12个部会，所有社会创新相关部会的朋友，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就他们就会进入社创中心，在这样子一个非常
漂亮公共艺术，然后很棒的音乐，大家来吃一点好吃的东西的情况下，透过荧幕，就像我们现在两个会场嘛，空间缝合在一起，然后可能透过一些当地的文化，可能原住民族老师的转译啊等等，然后去实际上去就是离高铁站很远的一些地方，一些偏乡，一些离岛啊，一些这些原住民族的这个地方。但是当这些朋友们在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时候，我是在现场，但是这十二个部队的朋友都不是在现场，他们是在远端，所以我是一个好像一个主持人一个角色，确保说现场的朋友讲的话，这边的朋友能够听得懂，能够接得到球。因为在以前，他们去往一个特定的部会去澄清啊，去 petition 去联署抗争的时候，很多部会会说，这件事情不完全是我管的，完全不是我管的，我们必须要去问旁边的另外一个部会，然后就会要转，每次转一个文字哦，他的那个就是刚刚讲到文字上限那种罪哦，就会开始出现，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就是我转到第三手的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本来真正要解决那个问题是什么，我在解决一个通案的问题没有错，但是对那个当地的朋友们，说不定创造新的问题。所以因为这十二个部会的朋友是透过一个 horizontal 的这个就是横向连接的模式，他们在同一个办公室一起听大家这个情况，所以他就不会再说我是内政部，我不能自己决定，我必须要先函转周知一下，先问一下卫福部啊或者是经济部的意见，因为卫福部就在他右手边，经济部就在他左手边，所以他就稍微转头一下，说不定贴几个便利贴马上就可以想出一个最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好比像说原住民族的劳动合作社的健保问题，至少已经大概十年，或者这个电子竞技的选手到底算是一种文化记忆的表演，还是算是一种智力运动？对，这种也是十年以上的问题，就是靠这样子交头接耳，然后一下子就解决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一个安全的、有创造力的空间里面，让风险都是我承受。因为如果翻桌的话当地的朋友只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找麻烦，就是我，因为我人是在现场没错，只是我帮公务员吸收风险。但是呢，他们呢在创新的过程里面，不但没有风险，因为你隔着荧幕达不到的。那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想法说，立刻就被当地的人肯定，就是立刻的那种满足感，他会觉得说，哇，这个我学这么多这个专业，我发挥真的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不是藏在公文后面嘛，我是当场这样子一回答，当地的朋友就给我一个比赞，给我一个肯定这样子，所以让他们有荣誉感、有成就感，吸收他们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也是跨部门创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好，谢谢。那个看到他们有在站上有问题，你就念了，比如说。想请问委员，在 COVID-19 发展下，医护人员在现在的法规规定下被限制应有的权利，不管意愿与否，就一定要去医疗的第一线，国家怎么保障这些医护人员的自主？的自主的意思说自身安全，自身安全啊，对，自身安全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 PPE 啊，防护的设备啊，那甚至就是把它变成就是比较轻量的，或者是甚至比较潮的，就是连防护衣都可以请这个就是防护会他们有办一场，就是请最潮的那个时尚的设计者啊，那这个也是有一方面是节省用量，但是二方面也是让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是很自然的进入一个防护的情境，而不是说好像就是防护衣是一个非常就是很重的负担等等这样的做法，我想我们在材料科学上面，我们在什么动线的设计上面等等，这付出非常多的精神。他可能问的是被迫拉上医疗底线。哦，那对啊，所以不是这个工作环境的问题，是你得进去的问题啊。对，是。那这部分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我们在口罩实名制的时候，一开始药师也都问一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们？对，明明这个便利商店卖很多东西，便利商店店员大家都知道是万能的，但是为什么是找药师来发口罩？那但是就是找药师发口罩，当然后来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撑不下去可以退出了。但是在二月一直到三月嘛，我没有记错，他到三月中确实是没有说补的权利了。那这当时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我们知道四分之三的朋友他要戴口罩勤洗手的话，他必须要相信那个拿口罩给他的人有这方面的专业。那社区的药师除了社区药师之外，可能没有任何别人有这样子的，特别是常常去找他拿也许慢性病处方笺的长者，因为你要先说服社区这些像我阿妈88岁的这些长者，他才能说服他年轻朋友77岁的可能杨奶奶社区的 KOL， 他才能再去说服社区66岁的这些朋友。但如果这些长者呢，他就是觉得说，去便利商店太麻烦了，还帮我没有操作过什么之类，那不但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话术会有破口，而且二方面这些就是长者们会觉得说，那你竟然把我们排除在外等等，所以在一开始。
确实是类似像是征召或者征收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但是那也是因为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信任感的来源是集中在特定的职业、特定的地方。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调师就跟各位一样，都是专业人员，所以他们非常的创新，一下子就想出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方法。好比像说发号码牌，好，那这样一发，国家地图就没有用了，因为你一旦开始发号码牌，然后收健保卡，然后说礼拜晚再来拿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口罩地图上面看到是说，你的这个就是进货之后一直都没有消耗，那在市场的号码已经发完了，那他中午休息的时候，慢慢在那边过健保卡，然后之后呢，你突然之间掉到零哦，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接到很多愤怒的民众打电话来说，哎，我们看口罩地图上面就是明明就是还有口罩啊，为什么你的门口贴说已经卖完了？所以他的严重性到什么程度呢？到说我在附近有一个社区药局，他的药师因为真的是不堪其扰，所以他就直接在他店门口贴说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然后每一个字是一张那个 S 字，全新惊叹号自己一张 S 字，对，那所以这样都是不要改听，对，那所以感觉都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对，那所以就是说，当然一方面，我想那位药师当时的心情就跟这位问问题的朋友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给我们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创新的权利，但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违抗的一个系统。那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 internal feedback 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收到药师的这样子抗议之后，我还记得当时，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开口罩会议嘛，那我们立刻就是去跟这些药师工会的朋友们讨论说，那一定是我们错，我们先道歉，先道歉再说。然后呢，接下来说，那我们下个礼拜赶快来改善，就是说你拿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号码牌的时间，跟最后发口罩时候分成两个栏位，哎，这个一部分药师这样子就开心了，只是另外一部分药师还是不开心，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完号码牌，所以他就说，那我希望有个按钮，什么按钮呢？就是隐身按钮，就是我号码牌一发完的那一秒钟，我在后台按一个按钮，我就要消失在地图上。那他按的时候，他就真的消失在地图上，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再接到电话的骚扰了。那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药师们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在这段过程创造大概三个礼拜中间，他们还是不能说不，他们还是就是每天有这些口罩要发。那但是就是在这种急迫的情况下，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下的这个创新，最后当然一方面我们在就是 7-11 然后以及全家 OK 来福现42年哦，因为跟他们四个合作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是立刻吸取到这个教训，所以大家所有人认知成本都减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大家认知成本减低之后，他们的负担终于也比较减轻了。所以一开始的那个类似就是紧急征用的那个状态，这是没有什么借口的，但就是因为大家信任是集中在这些专业人员上。是，谢谢那个。政委，麻烦您再把刚刚那个网站说给大家，大家可以连线，因为很多现在都连上来了。真的吗？这是刚第一页。谢谢，需要可能可以是吗？那我就继续问。继续啊。请都有那个现在排名第二，第一的问题是关闭式人选，大家都五分钟。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这个设备可能要更新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唐政委公告，请问明年我有机会能出国吗？对。但当然有机会能出国，你要到南极的话随时去哦，他们这边吧。当然有机会，基本上是就是看疫苗啊，就是疫苗什么时候有，那大家在国际跟国际之间，大家对于抗体的这个就是验证有一个共同的规范之后，就可以任意的出国了。现在一般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就是说到底具体什么时候疫苗到底是可以来使用？当然，如果就是各位有 sign up， 就是网络上那个征求这个国产疫苗的就是测试者的话，那说不定你比大家都先拿到。但是就是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讲，我想也是跟就是特别需要保护人群一样，我们会就是优先的来施打疫苗。但具体在明年哪一季，这个真的不知道。但是在明年，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个但书，就是如果没有出 SARS 3.0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 SARS 2.0 嘛，或者2.1 贝塔版之类的。那但是就是说，就是他们已经有一点点突变，但还没有到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处理的地步。那就是如果不出 SARS 3.0 嘛，那明年应该是可以恢复国际疫苗。是。另外就是大数据的应用啊，其实是帮助我们了解，比如说像健康资料库了解这个健康便利的一些研究。可是这些分析常常会被研究分析方法误导，然后这个又影响到全国大家对健康的想象，是不是我们目前研究忽略质性的分析价值？对，这是超好的问题。对，因为其实健保资料库它本来是用来就是保险给付的，但它本来不是给你拿来做就是 longitudinal study 或什么其他 exploratory study 的，它本来的目的根本不是这个。
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他去做别的，那也可以，但是就是一方面他资料品质可能有待加强。我们现在有好一点，是因为大家因为要就是听口罩的关系，有装那个健保快递通，装了健保快递通就会发现说，哎，这个诊断有的时候写的有点奇怪哦。那比方说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2098、2099的那个故事嘛，就是说一个人他逼过敏去看了好几次医师嘛，但是就是不小心被登记错代码，所以就变成他不明原因死亡了，也就可以死三次。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资料的品质是靠就是所有的参与者一起确保，像我们口罩地图是靠你排队的时候你就会刷新口罩地图，所以你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他到底买的是两片还是三片还是九片，很快会变十片啊等等，你立刻就可以知道，三分钟之内这是叫做资产是账本，你立刻在你手机上面账本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讯息。如果你发现前面的人刷健保卡反而库存增加了，你当场就打1922。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资料品质得以确保的时候，你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才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健保资料过这个病理啊、云端病理、云端药历等等，我们这个参与者自己没有平常养成一个去核实它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在中间的类似像是资料合作社的空气盒子嘛，大家可能没有知道那样子资料合作的平台，哎，或像公民足迹啦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去一起确保的话，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当然是会有 bias， 所以绝对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先要养成就是资料品质的 curation， 就是策展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学校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不会特别在学校说媒体试读或者是资料试读啊 literacy 这个字，我们已经在教育领域慢慢把它淡出了。我们开始在讲 media competence、 data competence， 就是素养。那为什么是叫 competence 不叫 literacy？ 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等着医生开诊断，不是只是等着新闻台制作新闻给你看，而是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手机，自己都可以去搜集一些关于自己的生理资料，那自己也都可以去产生一些值得社会注意的新闻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跟新闻工作者并没有什么两样。那新闻工作者不是只是 text producer、 text collector， 就好像说我们的专业的编辑也不是只是 text processor， 而是说它中间有些 ethic， 有些 guideline， 有些伦理，有些处理文字的方法。当你都这样子处理好之后，才配得上叫做新闻呢。我这方时事题不应该想太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当我们有一定的文字品质的时候，我们就说，哎，那这个是新闻工作。我们有一定资料品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去把它做成一个写学术上面有道理的一个研究结果。是，另外有匿名问说，委员，请问有觉得校长长得像天外奇迹的？是，就是我有跟一个 YouTuber 叫做 Hook 啊，那个就是你知道上下巴的那个，是啊，有个主持一场叫做我留了啊，那他是青年署的几乎所有的能够参与公共跟社会议题的大概100种落地的这个方法都放在我留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就是去我留上面大概就可以看到说青年署具体上面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参与的活动。那当然教育部不是只有青年署成部，也有就是高教司啊、技职司等等，那所以像高教生跟啊、USR 啊，也就是这场活动的共同主办人啊等等的这样子的活动，其实也都是让大家平常在学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一些社会创新、地方创生还有创业的工作。在学校里面创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创业失败不叫失败嘛，对不对？叫做学习。那然后呢，这个你换一个题目呢，也不叫做落跑，叫做周转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的创业或者是这个创新的商转，就算不成功，你就为什么不成功？马上写一个论文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很多发展慢的时候，大概不可能每一个同时失败，这是确保发展慢真正的意义。是，请问委员不知道未来可以做什么工作怎么办？那就不要做什么工作了。对，对，其实就是说，对我来讲啊，要做什么工作，那个是一个 instrumental， 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实际上要解决的呢是，我对一件事情我搞不清楚，所以我有一个好奇心。好比说，我记得我14岁那时候中辍的时候，我想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人在网络上面很容易一个关键字对了，马上就开始好像最好的朋友一样，不但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一起做一些创造。但是呢，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很慢热，必须要是就是一起吃过饭啊，看过电影啊等等，才开始能够就是有一些比较是深度的一些交流，或者是在一起创造一些东西。为什么在面对面的情形下，大家都说不要随便上陌生人车啊，或者是去陌生人家里啊，或什么？但是在网络上面也好像就是什么都可以无话不谈，这个概念叫做 Swift Trust， 这是一个大家都观察到的现象。但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学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必须要去了解到，好比像说人类学、社会学、认识科学，然后这是这边嘛，但是另外一边呢就包含这个互动、人际互动啊，这个体验设计啊等等这些题目。那这些就好像天上本来不同的星座嘛，那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研究的方向，所以那个方向旁边的行星虽然本来是不同星座，但是就被我硬生生弄成一个星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到最后是有一些心得，我是觉得说，这个你只要就快速公平有趣，很快的就可以达到 Swift Trust。那当然，刚刚那个可爱的小圈也是这个理论的其中一个应用。所以我是觉得说，先去问说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有好奇心，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说你每天醒来会想要更多知道一点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事情。那这个确定之后，旁边的这些不管是你要工作、要实习、要创业、要怎么样，大概都只是就是旁边的这些星座里面离你的这个方向比较近的星星而已。好，刚刚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想要请那个委员跟校长说，就是学校不喜，就是学生不喜欢工业风的装潢。好啊 ，OK， 学生这个有一些学生啊，到底几个赞啊？18。啊，有18位学生不是很喜欢工业风的装潢。他又当机了。好，那请问一下那个委员，郑委员，那个我们就是因为学生的学校学习的 loading 比较重，那他怎么去做这个跨域的合作或是的学习？特别是想要像您刚刚讲说，希望鼓励学生去参加，就是去发掘自己的热情。可是他被他原本的课业就已经 fully occupied， 那不像您，你可以同时在那个初三就已经学完九种语言这样子。不，我九种语言里面那个是有点惯性，因为六种是电脑语言嘛，那个可以学。因为我就是做电脑语言，所以就是比较电脑语言学那个是我专长没有错，但那不是就是人类语言。因为我要讲的不是自然语言，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跨域它不是为了跨域而跨域，而是因为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超过你单一领域可以解决，所以你很自然的会 spill over， 很自然的会去跨域。所以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像玩线上游戏一样，你要组队打怪，总不可能全部都是选同一个职业啊，你这样一下就挂了嘛，总是这样。很多个不同的职业去互相搭配，所以为什么我的办公室其实是靠就是12个不同的部会的朋友一起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就是我不给任何人命令，任何人也不给我命令，但是到最后就是莫名其妙可以做出不少事情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在刚刚就是有给大家看，但是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这边的这样子一个情景里面，大家不是好像因为他是谁的长官或者谁的下属，大家只是因为说我内政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的这个专业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我是合作社的主管机关，但是我对原住民族劳动合作社里面原住民族那一部分，说真的我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我也不知道，何况我也不会讲族语。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要跟原民会的朋友一起合作，但不是因为说他工作之余跑去学这个萨提拉雅语或者是卡纳卡纳夫语，而是说他现在就是碰到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他必须要请原民会的朋友们来一起讨论、一起解决。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研究题目，你可以考虑小题大做，就是你如果手上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就是 narrow 的，你可以试着去往后面，就是它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一部分稍微多想一下。那只要这样稍微多想一下，你的题目就会稍微扩大一点。那到那个时候，你就好像不得不去组队打怪，不得不去跟各种不同领域一起来做这个研究，这还是你的研究没有错，你还是可以发论文，你还是做事，但在这个中间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学到一些跨域的知识。是，那我这个请问数位学，请问委员，数位学习因为疫情快速推动，那现在就是希望来取代这个传统的授课模式，请问你觉得台湾疫情在疫情后这个后疫情时代数位学习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是，
当然我是觉得说数位学习本来就是对我来讲唯一的学习模式，因为我就是中二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全数位学习了。但是我全数位学习并不表示说我取代掉面对面，而是说我去把面对面这个场景增幅，那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想法。那像在日本有些人叫做 IT 大臣嘛，那我每次在日本给演讲的时候都会说不是这样子， IT 就是资讯科技，它是一种科技啊，我们已经有科技部长了，我们已经有科技汇报，科技部的相关的政委，就是郭耀煌老师啊，或者钟老师等等，那他们就是 IT 技术的这部分，科学跟技术的部分已经有人负责，我负责是叫 digital， 是叫做数位。 IT 是把机器跟机器连接，数位是把人跟人的连接。数位虽然架在 IT 上，这并不等于是 IT， 它是现有的 IT 技术的创造性的这个用法。那从这样子的角度来想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当你去专注在人跟人之间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本来在一个就是面对面的这个房间里面这样一种学习的一种形态，现在你就可以想象说，假设就是其中其实一半的人是在一个地方，另外一半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样子去重现这种好像大家面对面开会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现在已经有很多 AR 眼镜已经相当成熟了， HoloLens 啊， XR Space 啊等等都已经相当成熟，但不用控制器，用手势就可以操纵，我一戴上之后我还是看见各位啊，那 Magic Leap 我也试着用过，所以戴上之后还看见各位啊，那空的椅子上面就开始冒出其他地方的人哦，也就是所谓的阴阳眼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既可以有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共同在场 co-presence 的这种感受，但是因为光纤的科技或5G的低延迟的这个特性，所以呢，这些阴阳眼就是在另外一边的朋友们呢，他们这个点头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知道是在点我这句话的头，而不是点上一句话的头。那当然，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当然我一个人在家里，那我一次要对就是全世界的朋友们，那当然我就不会用 AR 技术或 XR。技术就一般的 VR 技术就好，那就是关录音啊。那但是就是说关录音的情况下，也是关录音的设计方式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些技术，第一个在台湾，几乎整个产业链都是非常的成熟的，绝大部分的这些技术，我们在台湾都已经可以使用。现在问题只是说，你刚问的是我们怎么样取代？我们要取代，我们是把我们现在面对面这个环境增幅，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这种面对面的感受里面。谢谢。委员常常会有惊人的点子，请问这些灵感来源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去建构你对这个世界的创新跟认识？这些灵感的点子差不多都是从就是 Slido 啊，或者是1922啊，或者是这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众云平台啊等等的这些，总之就是所谓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啊，就是众人的智慧。那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这个概念，我是觉得特别在台湾是特别容易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的这个传统非常非常的久。那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就是类似于 Reddit 最夯的这个网络论坛哦，竟然还是纯文字哦，但是没有人相信的哦，竟然还是跟当年波街的时候的界面一样哦，但是它是真的，就是所谓的 PTT， 那就是他自己就是在那种就是叫舞蹈演化，自己演化出一种很奇怪的物种来，就是说他让大家要在非常简洁的文字里面去表达出重要的这个资讯量，而且呢，基本上呢，在上面如果是被推爆的话，它那个推爆总是有理由的，不管是发 PP 还是什么的。但是重点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总是会有些很专业的朋友，所以我每次有一个很创意的见解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当时这是应该也是一位年轻的不到35岁的医师嘛，No More Pipe， 就在这边分享这个林文亮医师嘛。那林文亮医师这个当然救了全台湾的人啊，虽然就很可惜没有救到武汉人，但是就有救到全台湾的人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的展现。那我自己在协调别的事情的时候，像刚刚我提到电子竞技啊，电子竞技当年就是文化部主张说它不是一种文化，因为没有百年的传统，有100年的传统再来找我们啊，这个应该是就是体育署的事情。体育署说是没有动到身体，不能叫做体育啊，而且小学生这个上课前要做体育啊，难道你要他打电竞打半小时吗？不可能啊，这一定经济局、经济部、工业局的事情。工业局说这个选手怎么会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是做球场的，我们是做那颗球的，这个没有问题。是说他们是做电竞的软体跟硬体啊，但是选手的权益这个怎么可能到我们手上？一定是文化部的事情，对。所以就说在这个三个这个一直绕圈圈已经绕了10年的时候，那我的解决方案就是非常简单，就把它投到 PTT 上面，请乡民来这个想想方法。所以当时就是各个部会的所有的这些理由逐字逐句，完全没有诬赖他们，就投上
去，然后让 PTT 包含八卦版、LOL 版啊，或者其他也不一定 PTT 啊，巴哈姆特啊、雅虎电竞啊、某某影音啊、维尼卡勒勒几个，总之就是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当然就是不会看完，他们就会直接推一些就是带风向的一些就是很无聊的一些人身攻击啊什么之类的，那无所谓了、啊。那就是有四个。那很酸的，就是没有看就推了之后，那哎就出现第五个，那第五个推文的人呢，他就是第一个看完，而且还可以一针见血提出一个想法，好比像说提出他主张围棋是一种电竞。这个真的是非常专业，那这是专业的五楼。那这个专业五楼的意见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行政院里面。我就问文化部说：“哎，现在大家有人在主张啊，这个八卦版啊，有人在主张啊？”他说：“围棋是一种电竞，都是透过网络在下，而且整个训练过程也都是用网络做，而且现在电脑下的比人好的。请问，围棋是一种回合制的电竞？”你没有什么意见哦？哎，他反而没有什么意见，跳一下围棋，对，是没有什么意见，对，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网友的这种专业的意见，这样来来回回大概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说，这真的就是一种文化记忆表演者，而且他同时也是智力的运动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有的部会现有的这些做法，他比较围棋或者比较桥牌，比较这些东西，你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说我很创新吗？完全没有创新的地方，这边没有哪个点子是我自己的、哦。完全就是网友透过我这个管道，他知道说我不会去和谐掉他的文字，我不会去改写到他的文字到稍显冗赘，而是说他的这个想法原汁原味的，只要他是专业的舞蹈，我就把他带到我们的决策程序里面来。请问委员对中医的看法？我小的时候是常常看中医，对，那然后应该是叫做古道堂嘛，的那个李中央大夫那边，有接触到脉诊仪。然后也有接触到麦神医后面的一整套。事实上，当时为了要看得懂那个麦神医的这个概念是什么，那时候年纪非常小，可能才六七岁哦，然后就知道说好像要学傅立叶变化，但那时候好像学不会，傅立叶变化比较久才学得会。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当时我对这整套是真的蛮有兴趣，就是它后面的数学模型啊等等的这些。那也因为古道堂同时也是就是练气功嘛，那所以当时也就是跟着练了一些气功，到现在都还是有练气功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蛮不错吧，应该对养生这个非常的帮助。请问委员觉得最理想的教育模式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避免这种涂鸦式的教育？填鸭，涂鸦式，我觉得涂鸦式很理想，填鸭式就另外一回事。我没有念错。他打涂鸦，对对，主持人应该是一个忠实的传达，就是他写什么你就要念什么，这个才是就是非常棒。对，好，所以就是说不要避免涂鸦式的教育，要鼓励涂鸦式的教育，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在那个儿童认知心理学里面的那个大师 Winnicott， 他就是那个 Squiggle， 就是他发明的这样一种，就是我们在儿童还讲不太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给他一堆类似粉蜡笔还是什么彩色笔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随便涂鸦。那他透过这种涂鸦，然后以及跟他的这种涂鸦对话，然后去诱发他的兴趣。那这个跟新课纲的这个精神自发互动方法里面自发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以前在小时候，尤其是第一学习阶段，就一二年级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结构化的，就是什么音乐课啊、美劳课啊什么之类的。但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每个人学都一样，那每个人学都一样，就很容易出现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形成，好像说你画好了跑道，那总有人第一名，总有人第二名嘛，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涂鸦哎就不是这样子了，涂鸦没有什么第一名、第二名，每个人涂鸦大概都是就是有各自的风格嘛，就是你有自己的跑道嘛，你自己画出自己的跑道嘛，你就赢在起跑点上，因为没有人想要跑你的跑道。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每一个人他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之后，哎，老师他就不是一种有标准答案，或是拿一把尺来量说谁跑第一名这个状况啊，而是说，他就可以像 Winnicott 所说的，就是他透过这些transitional space、transitional object 这种过渡的空间、过渡的课题，去跟这些小孩对话，去引发这个小孩去跟别人互动的这个兴趣。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既然就是没有固定的跑道，那也就没有排名。既然没有排名，也没有人跟人之间的竞争，最多当然未来还是会有团体跟团体之间的竞争，但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就是靠这种涂鸦的方式就可以废除掉。谢谢委员哦，那我们就是先委员的演讲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座谈，椅子先准备一下。好，那我先介绍另外一个女谈者。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郭景吉
主任，那他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他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毕业的高材生，那在台大医院接受过完整的训练，那也在 John Hopkins 完成这个硕士跟博士的训练。那我们今天其实呢，特别邀请郭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起跟唐凤政委一起来做语谈。那我们一起欢迎他们。那刚刚在第一个在 slide 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特别在跟郭主任一起谈，就是他想要问政委说，就是现在健保给付对药价还有对这个核扣的这些问题，想要问看你的意见。我们那个收音机可以关掉，就是我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再开的必要。你是工会的时候的工作工，有听就是陈指挥官有稍微聊过这件事情嘛？那他的基本概念就是说，其实主要大家还是希望说，就是每一种不同的东西啦，它应该要分成不同的 pocket。那如果你把明明是不同 pocket 的东西混在同一个 pocket 里面，然后说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就太贵了，那就不是很 work。那他当场就指着我的那个彩虹色口罩，就同时流行的彩虹色口罩，就说像这个唐政委戴的这个口罩就不应该跟一般的医疗口罩混在同一个 pocket 里面哦。那如果是像我那个也是很便宜嘛，所以他举例有点问题，但我觉得他的概念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明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是有感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说不定应该是分成一个比较细的 pocket。 那在这个同一个细的 pocket 里面，那大家感觉都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找 outlier， 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但是你如果不先把这个前置工作做好，一下子掉到后面这个部分，当然大家都会觉得不公平，大概是这样回答。这个其实是陈宝学陈老师在这边，我就对他们还是保守一点，就是说原则上是因为说，其实健保当初的设立，我想其实台湾也非常了不起，在二十年前我们居然可以发了一个最大的 clinical trial， 就是把健保铺到整个台湾的人民上。那这个 trial in the end of day 是非常非常成功，因为我们台湾的 longevity survival 都是很明显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我们需要对一些平常一些的做法做一些控制，那这个就延伸到我们目前不管药价也好，医材也好，对，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去这个进一步的理解？我觉得刚刚政委提到一件事情，其实就是 transparency， 我们必须要达到这个水准，我们才有机会面对到底什么样真正的服务对于民众来说是。对，其实刚刚我从政委的演讲，我一直在就那个英文词一直在我脑海里晃，就是 fit。我不晓得在以现在这个数据的时代、数位化的时代，刚刚政委也很好的把 IT 跟数位做一个很好的这个诠释。但是 fit 这件事情本身，数位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渗透的。比方说，在老人家所谓的数位对老人家的 impact 是什么？他是被动的去接受呢，还是他们可以主动的去得到过去的这些 information， 这个 competence？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思考费用这件事情，在数据的管理上面，我觉得未来或许我们政府需要往这个地方去走，特别是将来我们未来的健保想必然一定是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在老人的保健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数位，当然这位是不太好意思讲 literacy。我刚本来一直在想讲 digital literacy， 就是 competence， right， 也要导向，对，这样将来怎么建立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素养？我觉得这也是政府这边对，我是很想听你看政府的意见。确实啊，台湾的状况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是左右两翼平衡的。如果你一个地方纯左翼或者纯右翼，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个讨论。就是说，如果你的社会部门特别强，经济部门弱，或者经济部门特别强，没有什么社会部门可言，那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个讨论嘛。那但是我们会有这个讨论，就是因为你刷信用卡的时候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刷健保卡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然后这两个是同时存在同一个国家里面。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一直有这样子一个讨论，就是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它算是就
就是基本人权，他们说快品是基本人权，现在我看大家都点头，所以基本上就是496吃到饱这件事情你已经回不去了。虽然当时是一个意外，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设计成496吃到饱，但是当你496吃到饱之后，他那个期待非常很高，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如果收我超过499，然后你还不能提供10 Mbps， 那个就是 unfair，那就是我比起所有其他的台湾人来讲没有人权。那虽然他其实是在玉山的北峰，或者是说在东沙岛，或者是说在其他地方，那他也有什么相对剥夺感啊？为什么凭什么你们台湾人有啊，我们东沙人没有？对，那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还真的就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就像您刚刚说花很多就是钱在特定的族群身上一样，我们真的玉山北峰有两个基地，我们真的东沙现在也有4G。那像在那个应该阳明山的那个集中检疫所，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靠山的那个部分被另外一种电池物挡住，所以集中检疫里面有一小部分人他的无线讯号就是那个4G的讯号收得很弱，然后中间会掉风暴。哎，他还真的就写一封信给我说，唐胜伟，你说快品是人权，你说集中检疫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心理的健康，必须要用远距的諮商，什么东西的演讲我都有看，但是显然就不是这样子嘛，我们没有人权啊，这个收不到这个讯号，我这封信寄了4次才寄出来，然后中间品质多少多少等等，显然也是有压力。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不过我收到我没有借口，所以这是我的错啊，我已经说没有的话是我的错了。那我们瞬间就去协调 NCC， 然后协调 CHD， 2个礼拜之内那边就多一座基地台，然后他就全部就满格。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还是要经过像这样子的公共讨论，知道说哪一些事情。大家已经觉得说没有的话，相对剥夺感太重，以至于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那哪些事情大家是觉得说没有啊？这个就是你 opt-in 嘛，你想要的，那就再去要嘛。比如说豹纹口罩，目前大家还没有觉得是人权，那所以这个时候豹纹口罩就不妨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是，另外有问题想要问两位，你在这个学生阶段，很多时候都被既定印象绑住，比如说读什么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样的身份就该做什么事。那假如想要跳脱这个社会框架思考，个人可以做哪些努力？先要不要先说？一直活在大家的框架下的，我应该是很好的例子啦。我听到那个郑伟他的这个求学经历，跟我是完全截然完全不一样。我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好学生，然后功课要100分，一定要第一名，然后将来上高中、上大学这样子。但是一路上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活到30岁的时候，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但是 too late， 我就是 become a physician， 然后突然对他非常有兴趣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还来得及吗？因为我现在已经40几岁了，我还来得及跨领域，这是第一个 first group。那第二个 group 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或是市长给我们的 criteria。这个我到美国去才知道，原来老美没有 criteria。老美他希望把事情做好，然后追求这个事情最根本的 principle， 是我在美国受到的训练。那我在，其实很多人很奇怪，说为什么在台大就是全营10年，或是不留在台湾大学附设医院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事情，我想要去美国看看说，那或许。我应该接受一点不同的训练，结果我出去，我下巴掉下来。所以我想，郑伟很厉害，14岁的时候看到，可能10到14岁就看到我30几岁看到的事情。所以我想要鼓励学弟妹，就是其实跨领域不难，但是我希望大家培养的是基础能力。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的学弟妹会希望培养专才，可是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是有点危险。我们台湾其实需要同才，所以刚刚。从郑伟他的演讲，大家可以其实可以 presentation， 可以以 slide 做 presentation 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40分钟都在一个 taking challenge 的状况之下，那需要非常 broad knowledge base。那我会觉得鼓励学弟妹，从我的经验来看，我会觉得从 base 做起，包括数学、科学，还有语言，其实都是在各位成长过程很重要的事情。我在训练住院医师的时候啊，跟我们大学学弟妹，这个应该是那个时候是老师的身份，我常会问说，那学弟妹啊，你们现在到底有谁还在听大家说医语？啊，真的是没有。那我就会很担心，就是接下来我们复医的这些学弟妹，有哪些要出国去？
可能天大地了，没关系。make a lot of sense， yeah。所以我自己也要稍微检讨一下，对，这不是对的。好，所以，我想有些 fundamental steps， 我会觉得大家还是要避免太过于专注在某一些事情上。当然说专注本身不好，这是我的分享。对啊，我觉得完全同意啊。其实，学语言其实就是为了要跟其他人沟通，跟新人沟通。那现在是 AI 的时代，学语言变得非常的简单，机器翻译、多邻国等等这些东西。那当你学会一种语言之后，学会一种语言的时候，感觉会跟随着你，所以你学下一种语言就会再简单一点点，学下一种语言又会再简单一点点。所以其实到最后就是会变成是你对自己会一种自信，就是说你就算是乱入一个你完全不懂的这个社群。你也可以去运用那个 ethnographic， 就是民族志方法，其实就是很混。那就是混一阵子之后，你就会有种信心说，哦，那我可以选美面展，我也可以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但这个确实是你要经过大概四五次以上的练习，但每次都是我们知道 transculturalism， 你能够用他的文化回来看自己成长的那个文化。那等到你有四五个角度的时候，哎，他离一个原型就很近。是，但就是有学生问到说，为什么就是最近很多学生都有自杀的新闻，请问两位怎么看？就是最近的学生是真的抗压性比较低吗？就是最近没有别的新闻了，对不起。这个是 very interesting。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我自己是非常 shock。我很难想象说这样的案例很多。那其实我是觉得啊。其实每一个人，我想，包括我自己，我也是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那我想，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 ，maybe 我们有很多的 social media， 我们可以找到人去谈心，应该是 somehow 可以。It's about mental health 我觉得没有好的 solution， 但是我记得我在这个三年前啊，有一个清大的学妹，她的硕士论文是说怎么从 Facebook。找到休伊斯兰的蛛丝马迹 ，maybe is a tool， yeah， just get it。确实，就是说，Facebook 用越多，心情会越差，这个事情。这里有 study， 我是乱讲。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可以来看这个，一个是说，我是觉得说，就是提早登出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大家。第一个选项，很多时候你有脑里会冒出别的选项，我然后休学，对不对？离家出走，岛内移民，对不对？也有很多别的选项，但是这些选项都穷尽了之后，才会到就是提早登出，自己强行登出这个选项。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要往前一点，就好像说常常讲到这个医疗的时候，他状况已经不太好，我们往前一点到健康、精神健康的时候，是说他状况还没有那么不好，但是他稍微改变一些习惯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到医疗这边赔用健保资源。所以同样道理，就是说当他的这个 mental health 的这个情况有别的选项，而且这些选项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好像我们如果是说，因为我在法国接受过五年半的精神分析。在法国躺在躺椅上面去跟分析师想要什么就讲什么，那个就是跟我们这边就是去找塔罗占星什么是一样的事情，算命啊，说像紫微斗数啊，不知道现在还没在算紫微斗数，是一样的事情。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好像污名化的情况。但现在你在台湾，你说啊，我这个一个礼拜超心理咨商是一个礼拜四天哦，每天45分钟，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你一定是这个体效，就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两边的 norm 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如果是说，用我换一个想法想，就是说这个是超前部署嘛，不是说你牙齿都烂光了再去看牙医。那个时候已经除了换假牙之外，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也不是说你开始咳嗽得肺病了才戴口罩，那时候已经没必要了，当然可以保护别人了。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养成超前部署的那个习惯，在稍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有些 alternative 可以做。那从心理咨商是的一个程度，到比较严重的，也许他想休学，不是学校就让他休学了，总比登出好啊。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中间的每一条 path 都是一个就是 tangible 他碰得到的这条路的时候，那自然就不会跳到。最后那个没有办法，是。另外就是想跟两位请教，因为你们都是台湾的人才，然后也是大家的 role model， 就是你们也在国外待过，有什么原因会让你们想要留在台湾工作？假设其他有机会会去吗？这个答案肯定是不会，因为
其实我想回来中国服役是我自己回来第一个，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就是很幸运的事情，对我来说，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有很多很好，但特别是在数据上的成立和发挥，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以前在美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他的任务，那我是觉得刚好在这个阶段我们回来台湾是一个对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值得奋斗的阶段，特别在数位医疗的时代。确实啊，我们就业金卡本来连100张都发不出来啊，今年1000多，快要到2000张了，所以就是今年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愿意就是人才循环，而且循环完之后，他发现说，不管他是40年之前出去，30、20或10年之前出去，他都发现说，台湾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跟他当年想好的一样，当时他出去的那个原因，不管是因为威权独裁还是什么别的，一下好像都没有了。对，那所以这个情况下，真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回来，他是整个这样子带回来，那所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好。那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在台湾，但是我同时刚你们也没有讲啊，我同时也是纽约的、巴塞罗那的、阿姆斯特丹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组织的理事。那最近还有别的几个邀请。那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醒来呢，就是美东，那然后接下来慢慢随着太阳在移动，到傍晚的时候就是非洲啊、跟欧洲啊等等。所以其实就算你人在台湾，只要你有人去。你还是可以去帮就是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工作，你其实并不受地理的这个限制。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台湾 can help 就不是只是说好像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的服务输出，而是我们这套创新的模式可以输出。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是 Homo sapiens 嘛，整个现代智人的群体都是我们的群体。是，那我想我们在问这个最后一个是从线上的问题，然后就开放现场问题，因为毕竟现场很多没有人权的人坐在这里。那个想要请问两位，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成功是什么？成功的话，其实对医师来说，成功应该是说我自己定位的了哦。有两层，第一层是我 daily practice， 我想老师在这边应该也可以理解。我每天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对病人的照顾是我们自己最心甘情愿的，的服务。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成功。将来如果我有一天我也等出的时候，我不会后悔，我没有对不起过我受伤的任何一个病人，这是我当医师的最基本的 duty。那第二个 duty 是说，现在我们有在这个学校在方向的带领之下，有很好的数位跟人工智能的服务。那接下来怎么样跟政府一样，我们希望把我们中医大的医疗能量可以扩散到这个社会去，包括我们刚提到最重要的肺炎这件事情，怎么让医疗到民众到中国复医就诊的时候，我的医疗是 high quality， 而且是可以深入到社区里。那这样的一个魔力是我一直希望我们数据中心可以达成的目标。那这是我第一个层次。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自己中医大的医疗能量散播到社区去，甚至我们可以散播到其他世界各国，比如说阿曼，比如说非洲等等。那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满意的。所以会有两个，我们目前是我两个定义这样子，谢谢。那我也跟天下流行嘛，也两个定义。那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就是整个地球，整个 Homo sapiens 是一个群体嘛。这个以前在7000多年前那个题目的时候，大部分的岛国啦，大概都是这个感觉，因为淹水，然后就下一代马上就感觉到了。大陆陆地就不一定，他们可能两代、三代才感觉到过，当然有森林大火之类。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前这个是按 even tempo， 就大家还不觉得说地球是一艘太空船，然后大家都是同舟一命。但这是今年嘛，就不是这样，所有人都碰到，不是下一代、下两代、这一代。你如果不戴口罩、勤洗手，那就完了。对，是同一个题目，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全球同舟一命，大家都不要就是觉得说好像地球是我们自己过好就好啊，其他就是以邻为壑了。把外部化的东西都到别的地方，而是说任何地方的破口就是整个地球破口。我觉得这个感觉会跟着我们，所以不管是未来气候变迁啊，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就是 disinformation 啊、infodemic 啊等等这些国际性的题目，就是简单来讲就不会跟你谈判的东西啊，包含病毒啊、小群系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二氧化碳啊，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达到真正就是把地球从太空船同舟一命这种感觉。那到这个，我觉得就成功了。
那第二个部分的成功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的文明也不会再困在这个摇篮里面，那就是地球是文明的摇篮嘛。那但是有一天还是要从摇篮起来的。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不止一个地球了。那这样的话也比较不会出现说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这个情况。那只要能够大概再有两三个地外行星能够住人，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方式的成功。你说外星移民，外星就是 ET 啦，就是大家都可以担任 ET 的这个工作，大家都可以成为这个，是，很有愿景。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现场的那个各位没有人权的同学们，现在是你发光的时候。喂，委员好，学生好。那我用我的人权状况跟非常实在的时候直接问，那就是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刚才委员也说，数位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那对于这方面，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我们在这个医疗的工作场域，这个数位会带给我们什么影响呢？例如说，我们现在在有时候我接到一个新病人。那其实他的过去用药的历史啊，他的外院的影像资料，或者是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其实有时候并不能从外院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是他的一些过去资料，可以得到很完整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第一是建立医疗跟医疗场所跟医疗场所之间的讯息的互通，而加快病人的获得。一得到最好的治疗，好。第二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我们医疗端跟病人端，在我们社区或其他地方找到到底谁才需要这些医疗资源？这样子，很棒。对啊，对于如果，然后第二个想法是，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医疗场域会变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医疗还是非常的靠大量的人力基层人力去处理，那未来的数位化有没有办法会让它变成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那到时候我们现在的学生应该要去获得怎么样的专长去迎合未来的时代的变动呢？谢谢。是，这是我想明天应该有一天接起来的发现。对，是说这实际是很好的问题了，就是说第一个是 data connection 的competency。 那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我想政保署他们一直都很努力了。那以现在我们在看药力也好，看影像也好，所以我们现在看诊都看得到。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慢慢透过科技的进步、频繁的增加，还有这个及时的输出，包括医院愿意及时的输出他们自己的电子病历，那将来会有一个固定的电子病历交换的格式，比如说 Nurse App 等等，那这个应该是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我想可以达到这个初步让大家满意的，包括帮助诊断或是帮大家整体病历这样子。那这个痛点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在未来在智能上面、人工智能上面的突破。如果我们可以很快速的阅读他人的病历，那这是一个好。那这样的系统也有助于拉近，所谓我一直强调费用，就是拉近各个医疗院所的医疗水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将来我想政府一定会做的，而且也做得到。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整个未来我们在医院的形态跟民众就医的模式，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大家刚刚从上面看到的 slide， 它十二个部位在一个房间里头 ，read。那么将来我想，很多的病人可能可以自己在家，我有十二个专科医师帮他诊断，这在将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未来的医院会不会真的不会像现在这么庞然巨兽？这个是 possible。那外科可能会非常大，因为有一些 procedure。病人必须到医院接受治疗。那如果是我们偏内科医师的，或是 chronic disease 的 care， 或一般将来在 aging population 的 care， 那我觉得未来的科技有可能必要等等，它是非常有可能。我们家就是一个 care setting， 这是我的想法。谢谢。确实啊，我们现在的很多5G 的垂直私人场域，
常危机送药，就是说你做一个 diagnosis， 那你就是要请他就是去找药师，他就住很偏远，那怎么办？哦，你按一个监护人机就要送过去。对，那像这样子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让大家的精力不要放在就是很冗的工作上面上，大家都是放在就是互相照顾 care 的这个工作上。那其实这个我们看老师的活动就知道了，其实教师也是如此。有些技术领域它需要一些设备，那你的设备就要等到你在 VR 里能够模拟，你才能够在家里面学这些。但是有一些它是比较知识性的，那这些可汗学院什么早就已经把全部 abstract 掉了。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大部分时间是什么？其实用来关心学生，用来陪伴学生成长，而不是我花大部分时间去 PI 考学， PI 考学这个交给机器做就可以了。我想大的方向是这样。那刚才所讲到就是数据的横向串联，其实为什么健康存折叫健康存折，而不叫健保存折？就是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的野心是说不是只有健保放在那个里面，健保我们可以全部的横向串完，但是健康的部分那个要这个人他自己有 consent 嘛，他还愿意去放到健康存折，但是我们要提供一个相当于健保存折那么好的一个品管啊、储存方式啊、资安啊等等都要照顾到。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前面的这些东西才能够放得进来，放进来之后才有所谓的精准健康可言。不然的话，以现有的健保存折，那大概只能做就是精准医疗，但精准健康比较难以做到。那这一方面，我们也是往这个方向在走。那我们也希望说，往精准健康这边也是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创意是特别高的。大家还没有到很危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想说，怎么样子去开发出一个 app， 让大家愿意出门，在快要中暑的时候多喝水，像奉茶那个 app 嘛，就是每次有高温的时候啊，或它那个太阳的角度，一旦就是让你觉得可能有热伤害，真的它接下来就马上会推送，然后说赶快去旁边，就是你就有一个可以打卡的饮水机，打卡还可以换金币，金币还可以换另外奖品什么之类的。总之就用一些游戏化的方法，让大家都养成就是随时倒水、随时喝水这个习惯。那这个是精神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在长照上面，怎么样子让很多长辈愿意走出户外，搭个游览车去参加政治活动，一起穿硬件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创新。完全没有讽刺的意思，对，一直参与这件事很重要的社会创新。现场有没有问题？我们再开放最后。那就是，总之就是不是很妙的一个情况，360P以下的情况。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特别不好的。我们如果说见面三分情，比如360P还会收不到，那个是倒扣一分情。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就是你看不到的分源讯息，你会脑补，因为脑里会要建构一个格式塔，就是一个一个完形嘛。那但是因为你又不是真的认识对方，所以脑补的大概都是错的，因为是你自己的投射、自己的想象。那脑补虽然大补了，那但是就是补的是错的方向，那这样反而对建立悟性是不利的。那这种时候你应该果断的放弃视讯，然后开始打电话。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看平时人权，那大家是不管是面对面的倾听，还是透过高解析度的视讯，那你在听对方一味坚持己见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姿态，你就是因为他讲话而倾斜的那个情况，你的手势、表情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在跟他沟通，在告诉他说，从他的角度，他第一个有点听懂，那第二个是说，你可以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你也没有要打断他，但你偶尔讲。让他知道说，啊，你已经就是把他的话转译成你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他觉得被了解之后，他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己见，因为他坚持己见的一个前提是他觉得你没有听懂。所以，就是当你就是中间有这一两个字，让他知道说你真的听懂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坚持己见的必要，因为他等于他觉得啊已经说服你了。那其实说服的只是你脑里面的他的那个 model， 就是那个模拟器，这叫 mentalization， 就是心智化的过程。就是你可以在脑里面放一个他的模拟器，那在这个时候你脑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就是你有自己本来的价值嘛，本来立场等等。所以你倾听倾斜之后，又慢慢回来，回来之后你的这个自我功能，把补上的部分，你也可以跟他分享，就说哎，你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然后呢，我觉得说你的这个事实基础里面，你如果再多了解一些事实，脑里的一些快讯清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子，但你的价值我完全同意，你的价值我完全同意，所以一直采取这样子的态度，大概就很容易让对方知道说，你是认为他是很重要的人，那你讲出来的话，哎，你看 confirm 他的 value， 那这个时候他也会觉得你讲的话很重要，这个比拍桌子有用很多，拍桌子一次他可能觉得重要，到第二次就没有用。这个最近我们家就是我们书记中心有一些的 member 也常会觉得说，哎，不过其实是
有听没有懂，我跟你讲那么多遍就是没有听进去，我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会确实是就这样出去了这样。那我非常同意刚刚小伟提到，就是说其实生气作用真的就是那个减低边际效应，就是可能如果对，但是我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人才，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说 active listening， 然后知道问题在哪里。那我刚刚觉得说有一段很好，就是说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面对面的解决是最重要。每一个字跟我们自己的沟通是没有任何政府的，就像刚刚这个自爆多，我觉得那是超经典的，超经典。就是只有在跟人沟通当面直接，然后我们真的是都是彼此希望对事情好的情况之下，一定可以让对方了解我们的实力跟它的重要性。谢谢哦，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彭凤政委给我们的莅临指导与分享，还有郭主任有一席的语谈。好，我们现在要请郭主任代表学校送谢谢，送谢谢你给郭莅临政委。好，大家一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讲义讲座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人的参与，那我也谢谢常政委今天的指导。也要麻烦大家，如果说未来还有任何挑战，我相信在网上都还看到政委的信息，然后都可以跟他做直接回应。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社会公益有任何的问题，甚至想要参与的，都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大群体来。谢谢大家，谢谢。